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海克斯万用宝匣开始组装，都躺完了，你 A 出来。别急别急，再上一次。王者去，王者去。远离敌方，海克人。我方下路防御塔。推线推线，注意危险，注意危险，注意危险。索拉卡拿着一口，操，完了！还好有个海闪躲了他的风，我操！我小时候还敢进我野区。回家吧，回家吧。小龙能打吗？我看一下。这个经济，这个龙王的可以试一下，龙王打团挺厉害的。还好意思好兄弟，拿 Q 技能看场，不然就被他晕掉了。再试一眼，再打龙，再打龙。敌方已击败亚龙。真的肉啊！我操，一个亚索。我在路上。我在路上。A
先靠我呀，那靠我对面还有个亚索啊，这个龙，对面三个。妈的，一个个都这么肉吗？不是都是水晶鞋吗？都这么肉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被直接封了，这个可以打吗？这个，操，一个个都这么肉。杀了一个，好奶！我是但这有个亚索的嘛，好奶！我操，这好奶呀、啊！这么会奶吗？这个索拉卡能操作，能操作，那血又满了。我去，走了走了，真走了！我靠，有点刺激啊！发育发育发育，这波很赚的已经。再打几条命，兄弟，先走吧。快走，酒桶出来了，快走，别贪了。看到没？不叫他们走就死了，这酒桶。上把，上把没见过这个 ID 啊。不知道是哪一个，对面的辅助吧。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等我这波刷个两件套，上塔可以拆的，可以拆的。发起攻击，保一下这个武器，来的话直接越了，直接上去拆。拆就行了，在医院了。看一下有没有野区。还好吧，对面就一个亚索有魔抗，打团切他们后排就好了。这亚索得有人看一下。快走快走，龙刷了，快走快走，龙刷了，亚索过去了，剑魔过来打一下龙团，剑魔
酒桶在上的，小心点。再冲。这把为什么出卢盾？因为这把对面脆呀、啊，这边很脆，就一个亚索出魔抗，其他人都很脆的，酒桶也很脆。注意危险！上去就吃个大，应该在旁边放 Q 的，他妈的不应该端E过去了。我在路上，激活敌方贾克斯，哎呦，这上来芬妮伤害好高啊！集合进攻，纳什男爵。集合进攻，纳什男爵。感觉不是很好打呀，兄弟，不好打的，他妈的，这个酒桶炸一下，打的闹空城。考验我惩戒了，我操，我孙子，人家酒桶斩杀线是比我高的，哥们太薄了，真的，他放个 Q 然后直接 E 下来 WA 一下，但是那个龙我是很难抢的，那你们强行让我拼成，来拿增益，求集合，请求集合。这霸王龙怎么这么快就被打掉了？
藏呢？我藏不是这个地方有眼啊。哎呦！我在路上，我在路上。我操！你们这样子打龙啊！天哪！召唤水晶不再重生。